尾牙，今天有没有抽奖？有啊。哇，那你，我祝你抽到最大奖。谢谢。欸，我那天载到三个客人，然后都是男生哦。嗯。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抽到车子哦。哇，太厉害了。他是科技业吗？不然怎么可以抽到科技？应该是科技业比较多。你们这样有吃有住，穿的暖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这样就很幸福了啦。对啊，是不是在一栋啊？嗯，好像是你，没关系，我就问看看。嗯、对，这里那边有警卫室。好啊好，我问他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喽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电梯。这里。应该是这边吧。看一下是不是。对，月香轩。这里。贴哪边？好，然后两栏在前面、啊，就一桌吗？你还在记录、哦？对啊。你当那个 YouTube 了。好玩啊！好玩啊！哎，要不要去拍一下？可以拍吗？可以拍啊，当然。去年我有记录啊。对，我记得。只是没有让你们发现而已啊。可以让我们发现。没有，我要低调风。这是你们的礼物啊。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我们的礼物，我们的礼物。我看一下。哇，好多哦。这个好啊。这个可以哦。都很好，这什么？吹风机。你要放回原来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啊有啊有，我有放回去原来。我今天特地提早来，但是太晚了。你这次不空手而回的，我跟你讲。我不知道，我上次是空手的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现在有在拍吗？有啊。所以会拍到我们吗？对啊。嗨，你们要自我介绍吗？不用了，祝你中大奖。好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酥炸香鸡柳，然后这是日式乳鸡，然后这，哇，好多、哦。清蒸鱼片呢、欸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素食的火腿炒饭，哎、欸，可以哦。然后这是肉丝炒米粉。这是水果拼盘，红豆汤。快点出去！
春天。